谢你，执行官，你成功地为我们带来了对抗异虫的希望。但是新的威胁出现在了我们自己人当中。在你离开的时候，仲裁官 Aldaris 和来自艾尔的一整支卡莱幸存者军团对我们展开了公开叛乱。东神在上，这真是个可怕的消息。Aldaris 为何要背叛我们？他和他的手下认为抛弃艾尔与我们结盟是个错误的决定，他们的偏见就和当年最高议会对我们的偏见一样根深蒂固。就在现在， Aldaris 和他忠心的圣堂武士部队正在准备攻击我们的要塞。真是难以置信，但是异虫的威胁还不够吗？组长，你确定这是真的吗？非常确定，年轻的武士。执行官，作为黑暗圣堂武士的族长和这个星球的守护者，我在此命令你消灭仲裁官 Aldaris， 立即将这场暴动终结。异虫入侵在即，我们之间不能再有任何分歧。这里有点不对劲儿。我印象中族长向来是睿智而温和的人，虽然他的决策依然值得肯定，但这不像他的为人。或许是吧，但现在我们得去杀死一位老朋友，月娥都要原谅我们。要注意，执行官，我们的部队分裂了。Aldaris 同时控制了圣堂武士和仲裁者，他甚至有可能会派执政官来对付我们。不用担心，战友们，我们也有自己的执政官。一旦情况危急，黑暗圣堂武士可以合体成为黑暗执政官。虽然将会牺牲我们的战士，但只有黑暗执政官的力量才足以对抗Aldaris。
级完成。Vera 处理的很好，为了艾尔。精品矿物组，为爱而战。如已回归。升级完成。遭到攻击，太厉害了！
书。我已回归，我已回归。需要
正在与敌人交战。那个族为了复仇，萨克拉达斯，我们遭到攻击。晶体矿物族，晶体矿物族来而炸，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回归，我已回归，我渴望战斗，与沙
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已回归。又一次了吧，执行官？你摧毁的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分身。你觉得我是个叛徒，但你和那个族长才是会将心灵一族带向毁灭的人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传输。效忠艾尔，绝不会成为凯瑞甘和他的走狗的奴隶。阿达瑞斯，理智点儿。凯瑞甘已经变了，他已经不再想要奴役谁了。别逼我们毁灭你。你不能再这样天真下去了，阿尔塔尼斯。当你四处去搜寻水晶的时候，发现你们的族长隐藏了一个黑暗的秘密。已经被凯瑞甘操纵，我们没时间了。
些什么？我刚刚给你解决了一点麻烦，心灵，别那么神经兮兮的。你这可恨的生物，这是心灵的内部事物，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干涉。滚出这个星球，我们不再欢迎你了。好吧，我来这里该做的都做了，我已经消灭了叛乱的脑虫，而且是假借你们之手。祝你们愉快，强大的心灵，我们会再见的。